下班了，车子弄到这样子，你干嘛、啊？那么无聊、啊。看到这种灯光的工作，让我想唱首歌。你的夕阳，你的拥抱，珍惜在每一起的每分每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。我今天在哪？看这里就知道了。我在我爸的车上，是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了。准备了一个车载舞台灯，这个它很酷的点，可以粘在任何的玻璃上面，走到哪嗨到哪。现在呢，就想说偷偷的安装在我爸车上，超长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以骑到外面去都没有问题。车子会自然的安。好，那我先把动力杆安装好，等我爸。哦，一擦就亮，酷了吧？而且这个灯光超诡异的，把安装在一个不明显的地方，我要藏起来。我觉得后面吧，那个位置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非常的不明显。外面有人走过去，我必须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的场景。哇，巨嗨巨嗨，看到吗，各位？穿的装上灯光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先去模拟一下，等一下的状况。那我现在出去。哎，啊操！啊操！我打不开。快点！啊！开车！开车！哇！啊！怎么这样子？老板！我车怎么变这样了？各位看到了吗？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等待我爸爸等一下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反应会是怎样吧。我爸想出门口。哎，我要跟你一起下去。我要出门，我要去搭捷运。你嘞？你要去哪？去上班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我现在先冲下去。好吧。你怎么来这里？不是，你没有吓到我、啊。你要干嘛？我没有发现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会吓一次？好奇怪啊！哎，你没有任何反应哎。有啊，干嘛抱着车子用到这样子？那个永远拆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拆不下来，我就把它打断了，像 KTV 那种感觉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。等一下。可以告诉我这首什么歌吗？久很久的老歌了，忘记了。想看你生气。干嘛把我的车子用到这样子啊？啊，这是什么跟什么啊？这是很生气吗？对啊。好弱啊！就是我教你很生气的生气。你为什么把我车子弄到这样子 ？One two three。你为什么把我的车子弄到这样子？你干嘛、啊？那么无聊、啊。这是我的车哎、欸，把它弄掉。爸爸不喜欢啊。可是我很喜欢啊。对，是爸爸的车，又不是你的车。我唱的实在是太好听了，爸爸唱完换妈妈唱。的歌词的，哥哥爸爸的。妈妈不会唱，这总会了吧？这超简单的，各位，你们一定知道什么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生日快乐。都没有这样子高低起伏，你都是这样子。我们男女对唱一下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咚咚咚，我的心脏蹦蹦跳。你的夕阳，你的拥抱，珍惜在每一起的每分每秒。我想你比我更重要，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我觉得他们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好。我们一起学猪叫，一起咕咕咕咕，学鸡叫，一起咕咕咕。男人情，女人心，怎么为爱拼一生？心啊海，心啊海，再会啊，再会啊，这段情藏在心肝底。来宾请掌声鼓励。你知道吗？它有个很酷的地方，就是它有抢唱的功能，我们可以跟里面的人互相对决，随机配对，然后也可以跟好友一起 PK， 非常的有乐趣。有抢唱，我们就点选，然后我们就有复古留声，那边你就选择你想要风格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随机跟不同人开始配对。突然我想你。评分钟80分，哎呀，还蛮厉害的，你要抢麦成功。带我走，要带，哦哟，带我走。这以后，带我走，一个人去。阿英给我们办了。I don't wanna be without you。来来，我想念你。抢到。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。想念你的每个角度。如果有，你说，我让唱有人听不？有。爸爸要一遍。你先想一个，对。对，真的先想一个。我还在睡耶，故乡留恋风晒过。厉害。好想问你，连再玩一次，换我玩来。真的很怕黑，不会后悔。亲爱的，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哎，人家都有75分了，没想到。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，拥抱着在我的星球，写下了经典。你的微笑编织了我每个奇妙。抢麦好玩吗？好玩。